分别穿上黑色单肩及白色纽扣背心，国叔姚正英生边工作也要互闹，两位闺蜜合体登上网络节目《五月号》策展封面。开始见完后说：“哇，我们俩好像很少一同时完妆。”哦，对，他就这样讲，因为他出去基本上都是素颜。对，他不太会化妆啊，我自己是一定会打个底妆。首次全妆法合体，缤纷套装符合平时俏皮日常，也拍出姐妹都爱的霸总跨脚照。不过拍摄前说好要控制饮食，结果没有。结果然后刚衣服还叫我先，你先穿穿看，穿我是肚子很大，我要很大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没有自制力的地方。也不是这样讲，因为我们都拍戏，你应该也没有节食吧？我有哦，你有哦。聊到彼此优缺点，英生欣赏瑶瑶的自律，也意外被爆出这个习惯。哦，我觉得英生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就是他怎么可以活得年纪不大，但看起来还是像个小孩子？嗯，就很直接，很单纯。不顺眼的地方，我真的不好说耶，他的生活习惯。我生活习惯怎么了吗？哎，我第一次跟你去韩国，我们出国的时候就，哦 ，OK， 你们是你没洗头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只。对，是。可是我也不爱洗头。对，我也不爱。三天可以不洗头。时常频繁见面，过阵子后就各自忙碌。但医生爆料，郭书瑶每周都要视讯，直呼很变态。这回难得合体，闺蜜间内心话大公开。TVBS 的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